小伙伴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次的换藏宠物视频。先来打开我们的 BGM。这次吧，哎呀，也是下雨啊，我也是冒着雨出去拿了个快递。先把箱子打开吧，这是一个宠物的开箱。包装是挺好，但是好像没打透气孔的样子。哇，这是怎么给我打的关？好乱的打包啊！打开看看吧，我就怎么给我系的扣啊？迷之打包啊！好的，三个，我们先倒出来吧。先是这个吧，迷之打包啊。这打包的包装，咪之打包啊，好大的袋子，他为什么要弄那么大？不至于吧？好的，往兜里没有了，我们近距离看一下吧。这是多少啊？不多了。下一代，都出去了。别再说被我压死了吧，没有太多。可以吧。但是最后一箱是最小的。最小的可以和他们放一起吗？好像有点小的样子。打开吧，换一个箱子。
饭可以吧。嗯，下一袋子是比较小的个体了，0.5度，我记得是。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袋子做包装？这都下来了，这是一些非常小的个体呢，这一下又死了不少啊。够数吗？啊，手机又被我摔了，没事吧？钢化膜摔得很碎很碎了，我们到一起吧。还可以吧，这个数量。有2000吗？觉得，我怎么觉得不够啊？